瓜已经大了哦。这个怎么办？丰收。我们要点紫色，对不对？这是卡地亚的彩色笔，对，这很有用啊。听说你把老板车子刮到了。老板这瓜是大的哦。这个怎么办？丰收。我们要点紫色，对不对？这是卡地亚的彩色笔，对，这很有用啊。紫色的 ，Smart， 留言让我们知道怎么惩罚你，至少十个下吧。老板，我觉得要二十。拜拜。老板，你的车子要怎么？关你屁事啊！哎呦，怎么又掉下来啊？螺丝也掉了。原来改车都不用。你们懂不懂？叫手工改车，好不好？老板，你的车子要怎么？关你屁事啊！车子太低了。哎呀，怎么都掉下来，螺丝也掉了。这次不是我的，我开的是小牛。不是我的。你昨天去跑山了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是可以，可是开快一点，它就噔噔噔噔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一堆。原来改车都是用胶带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叫手工改车，好不好？所以总共花了多少钱？这样胶带30块，包含车子，我觉得700多哎，700-800万加几捆胶带。关你屁事啊！没有，车子太低了。哎呦，怎么又掉下来啊？螺丝也掉了。这次不是我要的，我开的是小牛。这样是可以，可是开快一点，它就噔噔噔噔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一堆。原来改车都是用胶带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叫手工改车，好不好？700-800万加几捆胶带。